什么？蛋仔派对中竟然有一个蛋的嘴巴长在屁股上了呀！我操！真的，他的嘴巴被官方给他安装到了屁股上了，我快笑死了。哦，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在蛋仔中，无论你是漂亮的蛋仔还是丑陋的蛋仔，大家都发现了，我们的嘴巴官方总是给我们安装到我们的脸上面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嘴巴在眼睛的下面。小伙伴们，今天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嘴巴长在屁股上的蛋仔，官方把他的嘴巴安装到了屁股上了呀。哦。伙伴们，你们看我啊，我的嘴巴在脸上面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的嘴巴不是在屁股上吧？如果你的嘴巴不是在屁股上，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的嘴巴不是在屁股上，和我一样是在脸上啊。我在蛋仔中寻找了100个蛋子，你们看这个蛋仔嘴巴在脸上啊，即使是动物熊猫，嘴巴也是在脸上面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小伙伴们，有人说蛋仔派对所有的蛋仔的嘴巴都藏在脸上面，伙伴们，错错错，在蛋仔中真的隐藏着一个嘴巴长在屁股上的蛋仔啊。哎呀，伙伴们，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啊，就是黑色麦克啊，我们从正面看，黑色麦克嘴巴在前面没问题，可是伙伴们，我们从背面看，你们看黑色麦克还有一个嘴巴被安装到了后面的屁股上呀，并且特别大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吧，那个嘴巴长在屁股上的蛋仔就是黑色麦克啊。